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怪招破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棋形。白棋高挂，黑棋二尖高加，这是很普通的定式。接下来白棋靠，是在这个现在呢比较流行的一个下法。对此呢，黑棋比较普通的一些的招法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扳引啊，现在是。然后呢，白棋退，黑棋长啊，在以前呢也有这个黑棋扳的下法。当然黑棋扳的下法也可以了，那么就是这个是变化呢，是白棋断，黑棋吃掉，黑棋提，白棋打吃，黑棋飞起来。这在以前也有啊，现在呢这个下法呢相对呢比较少见一些。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黑棋舍弃的这个脚上的这个实地呢，它略有不肯，略有不肯。现在的棋手呢，都比较注重这个目数，所以呢，当靠退的时候呢，现在这个长一个比较多啊，长一个的下法比较多。黑棋加，白棋虎。白棋打吃，立下来，黑棋呢大概补一手，或者说是这样补一手，然后白棋呢也呢就是说就地做活。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啊普通的下法，结果呢当然也是双方呢都可以接受，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定式。那么我们把这个最常见的下法啊，给简单的呢给大家摆一下啊，摆一下。那么但是当这个白棋啊，这个靠这个的时候啊，靠这个的时候，黑棋呢在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古老的啊一个这个怪招啊，怪招。虽然呢比较少见，但是呢这个下法呢也是比较有利的啊，比较有利的。作为白棋来说呢，要应付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那么这个怪招呢就是什么呢，黑棋啊直接很粗鲁的顶断啊，顶断。这个招法可以说是非常的俗气，也非常的看上去似乎是非常的不讲道理啊，非常的不讲道理，就直接活生生的把白棋分断，强行呢作战。站着在局部啊，站着这个在局部呢，黑棋这个子力比白棋多一手棋啊，强行与白棋作战。那么接下来啊，这个白棋就是说呢，该如何应对？如何来破解这个黑棋的这个招法呢？我们呢来呢仔细呢研究一下。接下来白棋呢，在这个局部会牵扯到一些这个争子问题啊，可能会牵扯到一些争子问题，所以呢，白棋呢，不能太勇强，白棋不能太勇强。白棋如果用强对付黑棋的这个招法啊，既然你顶断了，那么白棋势必呢就要把这个跑出来啊。跑出来呢有两种跑法，一种是退啊，一种呢是立。我们先看看这个立啊，这个立呢略微显得呢就是说有些过分啊，有些过分。因为被黑棋断开以后，你再立呢等于把两这边和这边啊，两边呢都给走得有点重，
啊，都走这种，也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值的都走成两个值了啊，两边都是两个值的，也呢就是说呢走成两个值以后呢不能弃，都变成不能弃的值了，那么呢相对来说呢就会变得比较重。接下来黑棋搬这个搬二字头是要点，白棋如果搬，黑棋呢就粘上，那么这个断点总是要补的啊，不管怎么补啊，如果虎着补啊，那么黑棋也是长啊，长也可以，不长呢直接补也可以，他就直接挡住坐火脚上啊，就算你立是先手，立不立得着还不一定，即使就算你立得着啊，那么这个子啊还是呢把白棋的两边都给断开啊，而白棋现在两边呢都比较重，这个棋啊，这个白棋接下来势必呢难免会陷入这个苦战。比如说不管说你是靠啊，这个长拥那他就长啊，由于长完以后一尖，这边还要死，那你要硬的话呢，这个黑棋再一长啊，这可以看出来呢，白棋在这个局部啊，就是说要做活是非常的困难。即使是两个眼很委屈的活，那么势必呢也要把黑棋外面撞后啊，撞后以后这块棋啊，就是说呢再被黑棋攻过来的话呢，白棋呢依然是一块孤棋，这个呢白棋呢明显不太好。那么不虎跳一个啊，不虎跳一个呢也是一样啊，这个结果呢也是一样啊，如果跳他尝试先手，这里要冲断你，那么你还得补一个黑棋呢再做火，这个结果大同小异，还是呢白棋呢不好，还是白棋不好。当黑棋搬的时候啊，当黑棋搬的时候啊，白棋断啊，白棋断虽然是这个局部守金啊，但是呢并不能呢起到多大的作用，黑棋就吃。如果你立啊，想做大头鬼，那么黑棋呢，当然不会这个轻易的上当啊，不会轻易的上当去吃这个，那么被白棋做大头鬼，黑棋不行。那么黑棋呢，忍住一下，跳一个就可以啊。现在呢？白棋只有吃啊，这是如果你再挡，那么被他这个吃掉，这个里面就没法滚打这个黑棋，那么只能吃这个，那么黑棋一爬，这两个子基本上呢是没法逃跑，因为你要逃的话，这个黑棋这个长是先手，你要想跑的话，这黑棋这个长等于是先手，随时要滚打，那么等于你要跳一个，那么这样的话，这两个子是根本就逃不出去的，这个结果呢，白棋呢，可以说呢也是明显不行，也是明显不行。那么呢，所以白棋立啊，这个过分被黑棋这一扳，这个就不好办。那么白棋退一个啊，怎么样呢？这个退一个呢，其实呢也不是太好。就算啊，这个白棋的这个增值有利啊，就算这个白棋增值有利，黑棋呢也有办法。黑棋如果长啊，现在不好，那么白棋呢会抢占这个扳的要点，这样呢，这个黑棋这个脚上的气啊，就会一下子会变得非常的紧，不太好处理。所以这个棋呢，依然啊，黑棋这个扳。二路也依然是这个局部的要点，白棋搬，黑棋粘，即算这个白棋在局部增值有利，能够增吃啊，增吃，那么黑棋就打，这个黑棋也完全可下，打吃，白棋提掉啊，注意这个打吃是熟手，要提掉。黑棋呢，可以考虑吃，
啊，也可以考虑直接退一个。这个结果呢，虽然白棋啊拔掉了这个黑棋，拔掉了这个黑棋，但是呢，黑这个自身的形状并不是很好，效率不高啊。如果这样拔，当然效率是非常高，但是这里呢，自己多了一手棋啊，这个多了一个无用的一手棋啊，这个白棋拔的效率呢，并不高，而黑棋呢，还是依然啊把这个角和边都守住了，以后还有可能把白棋呢作为这个攻击的对象。这个结果呢，也是黑棋这个不错的啊，也是这个黑棋不错。白棋如果跳啊，如果争执不利只能跳的话呢，那呢更加的不好，对吧？那么黑棋尝试先手，这里依然要冲断，白棋还得补啊，黑棋呢，所以这手直接接这个棋，白棋啊会变得非常的这个困难啊，非常的困难。白棋如果搬，黑棋就挡，如果立，黑棋呢就打。这样呢，这个棋呢，即使白棋啊在这里能够苦活啊，能苦活，那么黑棋以后走后以后呢，还是这个从这边逼过来继续攻击这块棋的这个余地啊，余地。这白棋呢，也难以奢望呢有什么好的结果。你这个尖这个，它就拦住。现在这个呢也是一样。好，那么我们呢，从这个以上的啊这个简单的变化来说呢，就是说，可以看出，当黑棋断的时候啊，白棋如果直接与这个黑棋进行正面作战呢，还是呢有一些勉强啊，还是有一些勉强。毕竟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呢这个棋啊，在这个局部啊，黑棋呢看似有些无理，但是呢它有个前提，是吧？黑棋在这个局部它毕竟比白棋要多一手棋，所以白棋你在局部与黑棋这个强行啊正面的作战呢，似乎呢还是呢不太有利啊，不太有利。那么呢，我们呢应该想一想呢这个一些迂回的办法啊，一些这个迂回的办法。那么，在这里白棋呢，应该呢，躲避一下呢这个黑棋的这个锋芒。我们来看一看白棋应该如何应对。从前面的变化呢，我们也许能够看出来啊，能够看出来就是呢，在这个局部啊，这个二路搬呢，搬张呢，确实是要的，啊，确实是要的。本身呢，我们也常说二指头必搬，是吧？二指头必搬。所以这个二路搬张呢还确实是这个要点。那么在这个我们以前的这个定式书中间啊，大家如果翻阅书籍的话呢，都可以找到这个呢白棋原来的这个破解方法啊，就是呢简明的啊破解招法搬啊，说明这个人呢搬张啊，搬对方的二指头是这个局部棋形的要点。黑棋势必要搬，然后呢，白棋粘上，黑棋这个必须得吃了，不吃被立下来肯定不行，然后爬啊。看上去呢，能够很舒服的与这边连通啊，连通，而且这个子呢还断在外面。但是呢，白棋呢也不用怕啊，接下来白棋呢也有这个弃子的好手，他就是搬啊，先送你一个，逼迫呢这个黑棋来吃，白棋再走。
由于这个刘友这个断打力的这个手段，黑棋呢没有时间来跑这个啊，这个不能跑，那么黑棋呢也就是只能老老实实的补住，然后呢白棋再拔掉啊，再拔掉，这样呢在这个可以说呢是一个简明的这个应对的方法啊，这个是一个简明的应对的方法。结果呢黑棋虽然啊就是说把这个边这个守住了，但是呢白棋在外面能够拔掉一个啊，非常的厚实，非常厚实，同时在这边呢也有很大的发展。对这个局部而言呢，至少白棋呢是躲过了这个黑棋的攻击啊，取得了这个不错的结果。就这个结果而言呢，大家还是一致认为呢白棋呢这个稍稍便宜一些啊，有利白棋这个局部来算的有利，因为脚上的目数呢它这个并不是很大啊，以后白棋这个家几乎是先手收官啊，这个几乎是先手，黑棋都得跟着应了。这个外面呢以后呢还有这个点啊的味道，这个呢可以说呢黑棋这边所得并不是想象那么大，而白棋这个拔掉以后呢毕竟外面呢还是比较厚啊，比较厚，这个结果呢大家认为呢还是这个黑棋啊不错，不是白棋不错啊，这个对不起，应该说是这个白棋不错，黑棋呢不能满意。这样呢虽然可以是简单的化解掉这个黑棋的这个怪招，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啊，对黑棋呢还有一个这个顽抗的手段，那就是打吃，白棋长的时候黑棋他不甘心简单的爬过，他会呢压继续呢强行的与白棋作战。那么白棋接下来只有拐黑棋立，这个都是必然的，白棋挡，黑棋虎，黑棋这个脚上能活，那么白棋是不是要搬出去，虽然黑棋不能断，那么他搬啊，还是要强行的封住这个白棋的头，白棋粘上，黑棋挡，接下来的变化呢也是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复杂。白棋搬啊，黑棋呢，如果强行搬呢，由于这里断点很多，那么黑棋可以跳啊，白棋断，黑棋就退啊。如果你吃这边呢，那么我就黑棋吃这边啊，这个形成一个转换。虽然白棋也能下。白棋也不能下，但是呢黑棋毕竟大家可以看出来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把这四个子吃了以后，这个连虚空是非常的多啊，目数呢还是非常的大，目数非常的大，这个呢也难说呢是这个就是说白棋就便宜了啊，也难说白棋便宜，这个黑棋呢肯定也不坏，你不搬呢直接断呢也不太好啊，不直接，如果直接断这个现在还不行，暂时还不成立长，那么黑棋就冲啊，你要是搬黑棋就弯啊，都跟着一，你这外面你粘的话呢如果争子不利还有可能直接就被他吃了啊，直接就被吃，总之来说呢你这里还是欠一手棋，还是得搬，那么呢你这些交换便不便宜啊，还不知道，有可能亏了这些交换的。那么直接断这个呢黑棋也不怕，他就虎是吧，那你再虎的时候呢黑棋这边呢就可以跟着应，跟着应，这个作战呢当然也还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也是非常复杂，白棋呢还可以继续打劫啊，这里面也有劫财，外面也有劫财，这个呢变化呢当然还是很难讲，很难讲。
但是呢相对来说呢会变得这个比较复杂，那非常复杂。这个在我们看定制书的时候啊，这个会牵扯到这个变化。好坏呢还是一个这个未知数。好，那么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啊介绍一个比较新的研究啊，也是呢比较好的一个破解方法。那是哪一招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打个比方啊，像这样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黑棋这个角已经活了，是吧？那么怎么作战呢？黑棋至少里面是没有顾虑的。但是如果说现在的这个状态，黑棋没有活角色，那白棋作战完全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白棋再去作战就肯定就不好，因为以后保留了一个什么跳啊，这个杀黑棋角的余地。那么呢白棋当然就完全可战，完全可战。可战，那么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就从头啊看一看就知道了，也呢我们就慢慢能找到这个破解的这个方法啊，破解的这个方法。那么就是当黑棋断的时候，白棋我不搬这个，我立这个，单立是这个我们这个比较新的研究啊，就是呢好的破解这个黑棋的招法。他肯定不能从这边吃，这边吃的角上气是明显不够的，怎么走都是不够的。这个黑棋已经死了，所以黑棋依然还是要从这里打。这个我们可能有些棋力的这个朋友在可能呢边看的时候呢就已经呢能看得出这个子的作用，依然差。这时候如果黑棋还是爬，那么结果还是一样的，白棋就搬啊，黑棋断打，依然要补这个断点，只能吃。那么白棋再提掉，这个结果啊，跟我们刚才的那个简明变化的结果差不多啊，差不多。甚至于来说呢，白棋还要有利一点，本身就白棋不错，就少了这两个交换，白棋呢还更加有利啊，因为以后有跳啊，甚至于来说有点啊的这个观止手段啊，以后留有呢是更加这个凶的这个观止手段。所以呢这个样子呢白棋呢是完全是很满意的啊，这个可以说是很满意的结果。少了这两个交换，可能白棋啊还要便宜点。那么黑棋啊，如果啊他不肯爬啊，依然采取这个手段呢，那么就会变成我们刚才那样的形状，那就是白棋还是拐，黑棋得立，白棋呢再打，白棋再打，黑棋只有跳。那么很明显啊，很明显这个白棋就不用去交换这两手，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大熟手大恶手，白棋呢就不会走出这两个恶手呢，以后会留有直接跳点杀黑角的手段啊，以后会留，但是现在不行。那么白棋就可以安心的在外面去做活，拖一个啊都可，当然搬出来再去作战都可以了。不管怎么样说啊，怎么样作战来说呢，黑棋由于里面欠这个一块死棋啊，欠了一块死棋，这个呢黑棋呢再怎么作战那个是明显不利了啊，情况就是作战不利了。因为即使是
块活棋的话作战啊还是很难讲的话，那么多块死棋作战，这个黑棋呢是明显不好。像这个道理大家呢也是很容易这个懂的啊，很容易接受的。所以说呢形成这样的话呢，黑棋呢是不行的，它是不行。那么立的时候啊，黑棋呢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变化，就是说呢你不帮我，那我挡住呢，挡住怎么样啊？这时候呢白棋呢也还是需要稍微小心一点啊。那么白棋如果退啊，黑棋真子有力的话呢，有可能在角上硬，他就算藏一个呢也可以啊。这个角呢是白棋暂时啊不太好杀这个黑棋，虽然黑棋角没活，但是他气呢还是比较长的啊，他气还是比较长的。白棋这两边呢毛病还比较多，你这个还得拆出来，不拆出来被一飞啊，那你拆出来以后呢，这边再一点，这个棋呢还是很复杂啊，可以说还是很复杂。白棋啊能不能成功的就是吃掉脚上，或者说是能不能成功的逃出啊，这个变化呢还比较复杂，还有些说不清。那么其实在这时候呢，白棋有一个就是说简明的应对的招法呢，就是说搬一个，我就算送一个啊。如果你现在硬啊，你这个不能说，说我就跟着走啊，跟着走，或者直接粘上都可以，我就没必要去走这个。你这个要再活的话，活得会很委屈，那么你势必呢你就只有吃，那么我在场，现在外面要蒸死你，你里面还得补啊，如果你补在这儿啊，这个是比较委屈的，那么我再打你粘上是吧，这个我一可以蒸死你，第二个即使蒸死不利我就捐出去，你藏了我就跳啊，这个作战呢白棋也不会怕。而且以后注意啊，这个白棋挡依然有先手的味道啊，先手的味道，你不走的话被这个白棋脚上一点，这个黑棋啊是非常的麻烦，你不能顶呢，顶我一顶度过了，你要提呢我一挤，这个眼位不对啊。所以说呢白棋呢依然呢是可行的，那么黑棋也只有爬这个啊，爬这个，打了爬这个，那么白棋再拐吃啊，现在一拐吃，这不用搬了，搬都不用搬了，这个不能藏，一藏一贴，这个脚上就死了。那么黑棋依然只有补回啊，然后白棋再拔掉啊，再拔掉。那么这个结果啊，跟刚才也是大同小异，黑棋脚上吃的这个子，脚上目数呢虽然好一点，但是和刚才这个相比呢，这个吃在外面。外面呢又差不少，外面差不少，这个结果呢黑棋还不知道哪个好坏啊，因为以后白棋实在不行还有这个搬的手段，你吃它一个有可能单立啊，以后要滚打，或者说是直接打这个也有，你拐呢它就跑啊，把这三个子可以吃掉，还有呢种种的余味，可以说呢也是白棋呢不错的这个结果。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呢，就是他顶断的时候呢我们采取这个新的招法呢立下来，就可以达到呢简明这个处理的目的，破解掉黑棋的这个怪招。好，本期讲座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大家再见。